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豪哥来的这个频道。今天呢，又来当豪哥的助理了，好拉一下。哎，豪哥怎么变瘦了？哎呦，还变帅了，是我们温哥哥啊。是嘉豪豪哥请我来当助理啊，这样子，豪哥说要我来当豪哥的助理，该不会是要当你的助理吧？如果豪哥要我当他助理，那你要当豪哥也叫我当豪哥的助理，那你应该是小助理大助理啊。我们现在去找豪哥，看看豪哥要叫我们做什么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走，好走。豪哥在里面吗？豪哥，阿姨，你在干嘛？你们还在玩？啊，你还吃鸡腿？哎、欸，豪哥，你怎么变那么瘦啊？啊，你怎么不止瘦了，头还秃了？要不要去量斤八体一下？你瘦这么多？可以啊，豪哥，不是啊，你这个数据怎么跟之前差那么多、啊？你得赶快练回来啊！不会吧，我的肌肉回不去了，可怜哦。怎么可以吃兔兔？认真点。好了，我们开始来练腿了。啊，练腿。对呀、啊。今天是比较排练腿吧？我不知道，是我助理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是我助理啊。那我今天工作是什么？你今天就是练腿。我也是要健身。不行，你的工作就是健身啊，你也不能体态现在那么差。干嘛练腿？这是何苦呢？何苦？你受过我什么苦？要把伤口彻底解剖到血肉模糊。何苦？放不？认真一点。要不要练啊？对，应该要练，不是唱 KTV 耶。这个好好听哦，这什么歌？可不可以说一下？何苦啊？何苦要来练腿呢？当然要练啊，才能够维持我们猛男的形象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叫何苦。对，所以到底要不要练？你知道谁唱的吗？我简直知道，超没有礼貌的。当我的助理就是要来叫我健身，这有点重啊，拜托了。没问题，拜托豪哥了。好，好，等一下哈、哦。其实哈、哦，练健身最重要的事情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姿势要对。我的姿势是不是有点跑掉了？基本上这个专业的问题，我问一下我助理啊。豪哥的姿势是不是跑掉了？不如你来练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姿势。作为专业的运动员，怎么可能姿势会跑掉？其实就是想偷懒。我需要一个教练帮我示范一下。不要说示范，你直接帮我练完好了。我帮你练完不行啊，是你耶。屁股要坐下去，哎，你看，哎呦，没有，豪哥，你有没有觉得他身为一个专业的教练，他这样示范是很不专业的？怎么说？他示范动作毫无内容，毫无重量，没有重量就算了。我要给你有内容。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动作看到你的肌肉纤维了，你为什么要穿衣服？是啊，我们以前的教练都示范动作都不穿衣服的，真的哦。对啊，啊，我们今天练腿，你至少脱裤子嘛。你脱裤子要黄标，那你脱衣服，我们看一下那个整个肌肉群的肌肉群。其实我也蛮想看。对啊，快点，你快点，快点看一下，快点。现在就变超弱。哎呦喂啊！告诉大家，我现在变超弱。快点，快一点呐！这个叫很弱，这个很强啊！哇，该有的都有。因为他刚刚说我头秃了，我想说，啊，你怎么不止瘦了，头还秃了？哎，你怎么都爱脱啊？你搞半天，你搞半天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助理来帮忙一下，我屁股没力。叫一个最弱的来当他助理，开什么玩笑？我们可以看一下肌肉的纤维吗？我觉得大家今天都没有人想练。你虽然只说一组，但是我看一下时间不行，我们下一个工作要马上来。太好了，什么工作？你去了就知道。哦，是哦，对哦，你帮我接的工作，我们的豪哥帮我们接的工作，肯定不得了了。哎呦，哇，哎呦呀，今天工作卖生蚝，啊，你就是啊，但是卖的是可以吃的，可以吃是吗？我不能吃的，这里你看，温生蚝的温生蚝。今天除了我们三位啊，我们还要找一个也是豪字辈，他叫吃货豪，也是你们健身界的，很熟啊，很熟是吧？那豪哥，哎，豪哥来了，豪哥好，豪哥好，豪哥好，好久不见，又变壮哎，没有没有，最近吃比较，今天是要跟他 PK 大胃王吗？大胃王我不敢 PK 了，但是他那么能吃，对吧？表示他很懂吃，我怕你被吃到绝种，我不会绝种，我还有子子孙孙呢，那我们就开吃哦。需要很有巧劲哦，
加一点柠檬。这个，哇哦！看到自己的同类，好，哇，这服务真好，谢谢助理，谢谢助理，谢谢助理。好，这怎么吃呢？这个是什么口味的？我们助理的助理，助理的助理，都是烤的，那这是蒜蓉的，蒜蓉，然后还有柠檬，柠檬，哦 ，OK OK。而且我们刚刚还把精华烤出来精华的汤汁呢，都留在里面哦，酷。这汤汁是要喝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直接这样子。欢迎来到吃我好好的频道，吃我好，接下来就要来吃生蚝了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豪。豪哥你先用，因为你是吃货嘛，你肯定吃完之后会给我们观众朋友很多回馈。试一下这个浅尝它的这个汤汁啊，哎呦，哦，有这个柠檬，酸酸又甜甜，哎呦，很 OK， 很 OK。有那种半吃生蚝有些怕就是太味太足，所以它是海味不会很足，腥味呢也不会有腥味。我来试试看，好，试看看。我们吃这个生蚝对健身有什么帮助？这你们两个达人要说一下。我觉得对另外一种方面比较有帮助，对健身没有吗？健身，因为这有蛋白质啊。也有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海鲜不会胖。这个东西哦，就不得不问我们的助理了。以蛋白质来讲，它是一个非常高蛋白的食物。那当然，鹅爱里面有蛮多的性，可以增加你的雄性激素，某一个方面更特别活络一点。温的刚刚好，哎，真的是温的生蚝。温的生蚝，对，哎，这吃完忽然觉得有充血的感觉。我觉得我有点空虚感。怎么说？太好吃了。对啊，吃不够哎。一找这个好哥，你知道他多能吃，这个十倍。现在今天这个是开胃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前往下一间店。OK， 请锁定吃过好好的频道。那如果我们要吃这些生蚝，我们要到哪里吃？我不知道，你是老板啊。我跟你说，不会再卖。为什么被你吃垮了？大家都吃了。开业，开业，下次要开业关门，就关门，被我们吃完了。啊，他们全部都吃完了，也没有留给我，什么意思啊？罢工了，不做了，不做了。工作就心甘情愿一点嘛。心甘情愿就是，应该要请个美女来帮我，就是辅助一下吧。这个吃很多，一定要美女的啦。对啊。此话怎讲呢，豪哥？对吧？需要吧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解释一下。我想听听看。对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不懂哎。感觉嘛，就感觉就来了。什么感觉？你说清楚啊！你不是话说一半呢、啊？我们吃了就知道了。哦，这样，哦，是这样。哇，这服务真好，谢谢助理，谢谢助理，谢谢助理。